大家好，我是赵远，今天来做一个石锅鱼。开鱼了，老师。今天买一个这个黑鱼，现在的黑鱼13块钱一斤，用这个做这个石锅鱼。这头不要啊，反正也没人疼。把这个鱼身上这个黑的东西多往下刮一下，这个东西第一它比较腥，第二也比较滑。这是上次剩了点肥肠，在冰箱里边已经冻了好几天了，今天把它放进去一块吃了。这个鱼片那个上一下淀粉，里边加点料酒。加点胡椒粉，加入点鲜盐，打入一个蛋清，入油，里边呛点这个鲜花椒，加点橄榄椒，放点这豆瓣酱，放入江米蒜米，来点这个香辣椒，放入料酒，然后添入这清水。把这个豆芽、木耳还有这肥肠放进去煮一下，鱼骨，这汤里边放点盐，调个味儿，来点胡椒粉，白糖，这豆芽还有这个肥肠，咱们煮熟了以后，把它捞出来垫底儿。这汤开锅以后，把这个鱼片一次下。倒进去。来什么鱼了？哎，炖鱼了，快点都弄好了，弄齐了。
也是放菜的。加点爆米花。给点个。嗯。点有肥肠。嗯。这个花椒咋是绿花椒啊？啊，青花椒啊。是啊。嗯。呵，开整。这是把鱼儿涮，肉片涮好，骨头加的这个，再炖了，没了骨头了。嗯，炖好以后，把骨头加也得留，除了肉里边没了。哎哎，嗯。哎，我炒，我炒的。有那小时候的汤没那好。啊？喝的汤。真用。对。多少菜？没盐。就剩我俺哥的了。嗯。上回咱买那大骨头多少钱？140。嗯。不用那炒多少钱？